咱们真的不要孩子吗？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没有儿孙也有福。可是别人都说我们没有担当，太自私了。左手房贷车贷，右手上养色狼，三餐外卖，四季网购，七日一居，生存都在这儿，生意根本就是收拾。但是都说养儿防老啊，你说咱们父母养的长是防老啊，还是养老？生个孩子需要教育，需要学区房，需要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养他成了高风险多产业，低回报的一场梦，谁入赘谁就遭罪啊。但是不是也得顾虑大局吗？人家专家都说了，制定规则的人不会遵守规则，那些每天让人做这做那的人，反而自己什么都不是。你说的对，咱们不要孩子是为了孩子好，我们给不了孩子想要的，也给不了他好的教育，还指望他成为人上人，这不现实。所以啊，现在的年轻人不是不想生，而是确实生不起。像我这样孤单的人，像我这样傻的人。